方法一，电脑版微信备份微信聊天记录。在电脑上安装上电脑版微信后，使用备份与恢复功能，可将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备份到电脑上。备份到电脑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经过加密的数据库，无法直接在电脑上进行查看。方法二，使用 iTunes 备份苹果手机微信聊天记录。在电脑上安装上 iTunes 软件后，然后可通过 iTunes 软件对苹果手机上所有数据进行备份。如需在电脑上查看这些备份的聊天记录，可先使用楼月免费 iTunes 备份管理器，从备份数据中导出保存了微信聊天记录的 Documents 文件夹，最后使用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，就可以查看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文字、语音、图片等所有聊天消息。方法三，使用手机系统上自带的备份功能，备份安卓手机微信聊天记录。华为、OPPO、小米、vivo 手机等均提供了手机数据备份功能。备份结束后，同样可以使用楼月微信聊天记录导出恢复助手，在电脑上查看安卓手机中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。以上就是微信聊天记录怎么备份到电脑的三种方法。